福宝从小木床上下来，一路小跑去往通道门口。今天下午是福宝的专场。一下午来到园区时，此时福宝既没有睡觉，也没有在吃竹子。福宝来到了通道门口，而是想回家了。但是福宝没有等来爷爷开门，福宝站起来，在门口的南天竹上打了两个滚，把气又撒在了南天竹身上。之后福宝潇洒转身，围着园区转了一圈，弯腰从独木桥下穿过，然后大步流星的来到了去往小树上的独木桥上。福宝的气无处发泄，福宝趴在独木桥上，手抓眼前的竹子风铃一顿啃咬。不过福宝给自己挂在树上的样子还怪可爱的，果然遇到喜欢的熊，就连他发脾气的样子都会觉得他可爱。福宝表示明明到了下班点了，爷爷怎么还不来开门，气得福宝对着园区的装饰一顿破坏，在园区跑了一圈又一圈。而此时的乐宝则看得很开，不慌不忙给自己挠着痒，静等奶爸主动给自己。